大家好，昨天有一位大兄弟，他要两颗这个矮野狮子脑钟，现在给他挖两颗。终于挖起来了，这下面的根呢这么粗啊，太粗了。现在挖第二颗了，这颗已经挖起来了，这个钟头是圆形的，那个是长方形的。现在拿回家，包好，帮他寄过去。